在这个影片前呢，我要感谢各位大佬支持返校的大佬 ，Thank you 你们继续的看我玩返校 ，Happy 你好，我是红，欢迎来到红的频道。那我们上个影片呢，玩到哪里就回到那个地方继续玩啦、啊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好吧，我们上一次回来到了这个，然后也看了这个攻略。只要你这样子走过去，憋住气，这样子给他秀秀秀我的香气的狐臭，我要瞄下鸡。他讲啊，有狐臭，抓起来。一定可以下楼哦，下楼是什么？我忘记了。我下楼是这些。哎呀，咦，这里有东西耶，干掉的。这个嘞，一个人的，跟前面的第一个一样啊。哎呦，这里是什么？这什么？庙口的天宫庙，天宫炉，哎呀，这个红，每次拜拜时，妈妈总会点这三根柱，和神明说自己的身受和往处，接着就会念念有词，不知道说了多少事，求了多少愿望，为什么有些话不和人说，却告诉看不到的神明呢 ？OK 好，哎，我们拿到三支香了吗？OK 好，这什么？空的牢房？那个门，那门在那边动哦。就是一尊人像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啊。这里有东西。纸钱，要拿去那个炉那边烧的，锁住了。What？ 刚刚你们看到吗？咦 ？OK， 我堵住了，我被堵住了，我很大声，很大声。那个门刚刚会动嘞，你们刚刚有看到吗？那个门一直在动。为什么我憋气？我觉得憋气的时候，你要往旁边，然后你还按憋气。这门开掉。令牌有什么用处啊？唔知有什么用处啊？应该是拿个令牌打那个人哦。叮叮叮叮叮，一张纸哦，一张图画插画，图文插画里头画着提灯笼的常人，若遇到鬼差来，不以四目交灯下勿行走，见其浮身栖息，待其离去莫惊慌啊。就是憋住气，然后不要看住他就好了咯。哎呀，我还要去看什么攻略，吓到我这个柱子。哎呦，桌上有一张纸条，插画黑白无常，黑白无常哦，大伯爷二伯爷啊，懂啊，马来西亚的人，你们知道的。相传两人古代是。两人是古代的官差，某次劳职劳过程中，为守护彼此诺承诺不敬上命阎王，
感念其有心有意，将两人封为冥界使者。据说将死人会看到将死之人，哎呦，这个念读，哎呦，我觉得念这些不应该是我念的，应该是丢给墨粉念的。哎呀，这里有保存啊，我们怎么不要来这边保存先呢？啊，要去什么地方？哎呦，哎呦，吓到我这个人，吓到我啊！门上有两尊雕像，一般来说应该是门神才对，但是这怎么看都是黑白无常，黑白无常啊，你们懂啊。雕像手中握拳头，原本有拿着什么东西吗？我知道了啦，这个给他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啦，我这个推不出去。OK 啊，应该是这样子啊，给你，给你，我的推出呢？哦，推出在那边，所以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关什么屁 ？OK 好，我们先来到了这个楼梯，这楼，我们去烧那个钱，烧那个钱又会怎样呢？哎呦，这里有声音，哎呦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到这个炉了，到这个炉这边，开背包烧东西，求一片平安。哎呦呦呦，我怎么灭了？炉子突然好冷，这个好像有东西，怎么可能？怎么这里头它会烧掉吧？扇子，雨扇，雨扇，诸葛亮的雨扇。哎咦，哎，哇笑哦 ，OK 好，这里突然来一个信息，快点，你的妈妈来找你，哎呦，吓死人了。我们先给这个黑白无常带一点东西，拿给你扇子，开门喽！咦，门上去了一两凉风，我觉得我进到鬼门关了，鬼门开！哎，等一下，刚刚我看到这么好像有那个我的人头好像凹了一下，哎。什么东西可以看？红尘江外面的有些严重，一般的天气可以观察吧。嗯，伟人的雕像，不管学校里还是街头可以看到。嗯，伟人，哎，在这里，里面还有老师的办公室，老师的办公室，有老师的办公室。嗯，有点怪怪哦。耶。好像有一点紧张，先进门，关门，开门，开门见山，懂吗？开门见山啊。嗯，听到没有？进去的互动，哎，电话嘞，哎呀，这的，你要哪些？可以转哦。不懂会有什么用处啊？算了，这里有吗？这个衣服叫……嗯，有东西。哎，顶楼钥匙，顶楼，我拿顶楼钥匙做什么？顶楼钥匙啊，应该是、看外面的风景啊，有多么美丽。哎呦，我现在一直不敢，喂、哎。哎呦，很高哎，两米是吗？两米。哎呦，我又没有气啊！你快点走去嘛！没有气哦，没有气哦，没有气哦，没有气哦。
哎呦，对啊，办公室的人会割开肉，割开你跟肉啊，你割肉吗？你懂吗？哎呦，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相通什么地方？相通，哎，我怎么走啊？相通什么地方？应该是相通你妈妈了，应该，应该消失哦。哎，哎。音乐教室有什么东西？诶，这里有玩偶。讲台中间挂着一个鸟笼，里头还挂着一个布偶，头上戴着麻袋。之前没看过这样子的造型，没有看过这样子的造型，你应该是不是这里的学生啊？什么东西 ？OK， 好，我刚才研究了一下，这个是没有声音的。这个也是没有中音的，所以后面这三个是有声音的，一二三是有中音的，然后这个白色是没有声音的，然后这里我只要记住一二三四五，五个有声音的，五个有声音到底可以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你的阿公要来找你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广播室，广播室，有什么广播室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么有那个树有年了，哎呦，不要再进去一次，我刚刚没有看清楚有里面有什么东西先，哎呀，这个游戏骗人的，嗯，好像这边这些啊，仿佛好像有第一眼，啊，这应该是想要切换的歌曲，还有那边跟海带的路人是什么，哎呦，这个音效。我会把这个音效关掉嘛，可是关了音效又没有 feel 了，你懂吗？哈哈，那是长出来的，听到吗？你确定是青苔吗，朋友？这个是人脸吗？你这个骗人了，你骗人精，哈哈，骗人精。哎呦，我现在懂吗？很紧张哦，玩这个游戏。哦，这里有一扇门，吓死我！嗯，这里又是哪里哦？哎，这里可以走哎。我们是看到哪里可以走就走啊，看哪里可以动就动啊。咦，不要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很潮。门开了，为什么门会开？啊，不是反锁的吗？哦，哦 ，OK， 好，现在他是绕一个圈，绕一个圈回来，有差没？所以我现在有顶楼钥匙哦。我刚刚不小心按到暂停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唉，终于开到了，开到了就上去哦。啊哈，哇，好麻烦啊，我觉得。咦。喂，怎么有一样的人？看你们有看到吗？喂！哇，跳楼！跳血迹的这条，怎么有跳楼？谁跳楼？可是跟他长得一样脸哦！哎呦，我回去我不是看到那个红魔了？哎呀！哎呀，我先往后，往后，往后，往后。哎呀，吓死宝宝了，没有事的，原来吓死我。OK， 我们拿那个胶带。哎呦，我又怕这里有东西。我跟你讲，玩这个肯定有恐惧的，因为你的手指会顶着你的荧幕，你懂吗？哎呀，这个灯，不要吓死人啊！你好好的。开住就好了，我不会打扰你的。OK， 我把它移过来这边，连放了，放了，我要走过去那个哪里呀、啊？死了啦！五千年都玩不完啦、啊！五千年 ，you know， 五千年，五千年，怎么？
哎呀，这个灯笼老，灯笼老。哎，他的脸弯过去，我要把他移回来一步。你别跟我讲 ，Oh my God, just subscribe。所以那个门是开了的嘛 ？OK， 好。哦，幸好是开了的，这样我的那个什么也应该装上去了。我等他来，我等他来，我等他走过来。哎，哎呦，这个有狐臭啦，不要臭了，有狐臭，狐臭。有狐臭，有狐臭也要抓来修啊！又来了，掉！有狐臭啦，不要再修了，这样喜欢狐臭的人咩？狐臭，我又没有气了。哎呦，没有气了啊你！零二五什么？一，他出来这些号码是什么？零二五什么？零二五一，好，我记得零二五一。不记得再回来看。哎呀，你不要一直过来呀、啊！有狐臭，很臭，狐臭，有狐臭你不懂啊！哎，有狐臭啦！终于，烦死人！OK， 好，我今天要来了，今天要来了 ，OK， 好，开，零，二，五，一，二，一，啊，终于，方同学，最后感谢你的协助。只剩下挂上的嘟嘟声，什么东西？我又不可以动了。什么东西来着？他们还在开门呢，敲门，哎，连。敲门声，哎，等下是走了嘛？哎，指针，西部欧，西部欧啊，你别给我哈、啊，应该是没有啊，哈你个头啊！等一下，我到外面来了，我知道这里有一个东西，我刚刚没有看到，应该是那个什么。嗯，这里很大的声音。看一下木偶木做的戏台，要不要看起来要把这爬上去梯子看看吗？爬你！哎呦，这个 ，and then， 然后又要出去 ，OK。我看我有遗漏的地方吗？应该是有遗漏的地方。哎呦，吓死人了！这个树，这有东西，好像有东西在。哎呀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我们现在去那个什么，就是这个东西呀、啊，找，原来是在那边。塞在这边做什么？应该是有那个什么东西在吧。
明天我要去那个广播室那边哦。别跟我讲这个时候直接没有灯，一直接 shut down， 直接让你 dub， 你可以灯吗？灯在哪里？灯，灯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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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那边。什么东西？哇，手软啊！一点，哎，出不到啊！我老喂，不可以！我刚刚画面倒了一下，我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你们看到吗？应该是看到的，你们。我不知道倒了什么，连看到了，我就好什么了咯。OK， 好，把这个塞进去，不是这样子用的。哎，不是咩？是啊，对啊，是这样子用啊。啊？哎，可以按了，原来。两手叉腰，连，哈，啊，台语啊，我听唔到啊，嗯，哎呦，忘记了，哎，哎，我错了，也是可以听到哦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还有 control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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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到我！应该是在这边啊。哎，怎么这里又没有音乐了？噔噔噔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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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，哇，很难进耶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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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，哎，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吓到我！呦呦，这个吓到我，这个吓到我！哎，我只是练习，噔噔噔噔，也那个节奏要准，你懂吗？幸好我的记忆力很不错，拿出来呀！咦，不错啊，我的记忆力蛮好的，其实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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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原来这样难哦，原来。反正我意思是犹豫，你懂吗？我以为我弹的不够好，你懂吗？我会怕我弹错。咦，什么东西？有钥匙，钥匙，这个是哪里的钥匙？地下室钥匙，地下室钥匙，地下室，啊，地下室有一扇门，有火药味。哎，等下我又不会拿那把枪，你给我那把枪啊！我看到那个东西，砰砰，然后就好了。不是啦，是那个音效啦，我老喂。门锁了，门锁了，开啊！我给你钥匙，拿。他这个比较麻烦一点，你懂吗？你要拉得准准，然后你要停下来，然后又要给他什么？要开。我跟你讲，你们最好不要玩手机版了。哎呦，我听到吃的东西哟，有什么东西？是我走路的声音是吗？还是有人在吃东西的声音 ？And then， 哎。有桌子，嗯，什么东西？
哎，这不是我们一开头的韦仲庭，谢谢你帮个忙。毕竟学姐的请托，我当然义不容辞。倒是有点不好意思，让你特地跑过来我的教室。不会，我们班都在自习，你去被……哎，你去了被看到，反而会麻烦。我你见面的事没人知道吧？报告学姐，绝对没有。这个书单真的很敏感，学姐请务必小心。嗯嗯，谢谢提醒。我知道看这些书可能会带来麻烦，但求知应该是一种自由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学姐，这点我完全同意。其实丁老师也是会讲过这些的话。觉得学姐和老师一样，是有勇气和才能的女性，一样吗？我怎么敢和她比？人家可是老校长千金，学书香世家呢。不会，老师对学姐的文笔深赞有加。我记得他还讲了一句话称赞学姐：亦无非，非必冲天；亦无名，名必惊人。他真的这么说？哎，问你一个问题，我刚刚是和张老师在聊，你知道他们的关系吗？And then 聊这个这样多，哎呀，这个柱子嘿嘿哦哦看不到，哎呀，你们哎举得道具，这也最好了，这个是枪来的好吗？是枪来的好吗？你个骗人，苏丹苏你个哎哎，我们就走出来这边的么？提高警戒，这个门黑进哦，这个门黑进的啦。嗯？哎，有镜子耶，哇，蛮多的耶，镜子，那么多镜子是什么？哎，音乐啊，音乐变了，音乐变了，哥，咦，你看到那个镜子吗？我不可以，我要过关，过关要怎样？走过去啊 ，and then， 潘老师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老师对于顽皮的学生总是会偏偏说。记得自己做了什么吗？什么？忘记还是害怕想起来？你一张纸，一张白纸黑字而已，不是吗？结果我死了，他也死了，许多同学都死了，是你吗？不断作端，想把我逼疯。有时候跌倒了，是再也爬不起来的。还敢说这一切都是你，是你迫害的一切。有问题的话，怎么不先和老师讨论呢？闭嘴！你只是……哎！What the heck？ 什么东西？我可以走啊！只要你消失就没事了。只要你消失就没事了。什么东西？他把那个老师射杀了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哦哦耶，哦哦耶！我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我不知道遇到什么东西。哎，内海灵威，城隍爷。妈管不了在那些，我就来问你，我很不喜欢那样，然而有些问题，
And then, how you? 问家庭啊，肯定是有跟他讲，为什么还要把父母争吵呢？是我们复合？哇，笑逼是不可能的、啊。就是我的家人呢、啊，不管是妈还是那个人，总之那么开心，每天都有说有笑。连，那么再问我了，前途是否能善于从自己的内心走自己的路？又是笑杯，你们懂笑杯哦？如果是圣杯和笑杯的话，如果笑杯的话是两面都是一样的，然后。圣杯的话是两个都不一样的，一个是反的，一个是正的。圣杯，哎，笑杯哦，我还有选择吗？问感情，感情什么？还有感情呢？我不要。也是笑杯，哎，阴杯。完了。是我的请求太过分吗？还是这样？还是一切都是因为我？哇，圣杯耶！所以都是因为我。What the hell？ 青春无法选，毫无选择，哎呦，青春毫无选择，在家与学校的双压之中磨难以合，我成立了牢笼里的旋转木马，带着喜，哎，悲喜交错的心情，着了魔般不断奔跑，奔腾，啊哦。谁在讲话？什么东西？那边谁在那边讲话？我刚听到一个粗话，白鸡反过来。收音机，看起来房间里的白鸡冲出来。当时其他这台有什么个听管？哦，哎，现在把小猪，这是把小猪和粉碎，哎，肯定有东西可以拿，不可以啊，算了啦。诶，不可以啊，我要先储存啊，啊不然哦，你都没有储存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嘛。 OK， 好，我们先调到有音乐的地方先。诶，这个比较和谐一点。嗯，诶，这个猪猪，看了小猪上眼滚下来，好像是声音变，所以它每个声音变就有不同的地方啊。嗯，有人在的感觉。诶，我可以走出去的哦。诶，妈一直在那，感觉无聊的，我不喜欢那样。 And then 有什么东西可以碰了嘞？已经无法回到过去了啊！哎，我按错了，你走出去做什么？走出去应该是 ，you know what I mean， 就是走出去看一下。哎，喂，哇，放心充电。还是他爸爸发酒疯，然后打了他妈妈。
哎呦，照片，看看有是不是有闪，哎呦，有什么东西，门锁着了，上面写了一段字，在对的时间你会遇到对的人啊，在对的时间你会遇到对的人，哎呦，在对的时间你会遇到对的人，这个是。在对的时间会遇到对的人，哦，这里又气氛不同啊，醉酒灵没有哦，诶，刚我没有走在这边哦，哇 What the heck 诶，我差一点错过东西，地上水，哎，那脚步，他走到这个门，啊？我一定要跟住那个脚步是吗？走。哇，有很多扇门诶！哇哦！有红色的门，有啊，有这个音效，他帮我啊！这个脚步会去到哪里哟？还是一样啊？不用紧啦，哇，我要录一个小时了咯。诶，这里有个开关，啊哈，喂，有眼泪的，这个一点，他的妈妈是一点，然后他爸爸是六点吧，6:90, 6:09。哎，我几时取到这个东西的？所以我拿那个杯水，那我要用到这个地方。And then， 不是这样用，是怎样用？不是这样用哦。我懂了，他关门，给他关门啊！哎，关灯 ，sorry， 关门是什么东西？不是这样用，你不是这样用，你要怎样用 ？And then 我要撒在地下。哦，我懂了，插在这个水这边。看不到啦。哎呀，我这个智商可以跳海了喽！他现在是，你看啊，他现在是这样子，然后我要把这杯水啊插下去，我这个妈妈咪呀、啊，是呀，我这个哦，关灯，哟，我这个智商丢大海啊，是不是？我刚走中间那么没有用，现在我走中间那么又有用啊，屁股动啊。他还好，啊，然后是不是啊？我这个智商真的是，丢到海哟！你不给我出现什么东西过来呀？我正在笑掉这个电呢，几蛋糕还好，那又走中间呗？哎呦，他带我去哪里哟？哎，不同的地方啊哦，他这里可以跑的哦。哎呦有，地上有一张纸条。猴抓专业抓猴，哎呦，是这样子读啊，不是这样子读啊。外遇抓奸，感情挽回，怎么的呢？哦，就是你们懂的咯，以前人他们不是很喜欢搞小三或者是什么的咯，
哎呀，你们都知道的啦。嗯，哎呦呦，你这里比较正常一点哦。会，哎呦，存档嘛，我想存，哎，这里没有啊我。走来这边就是没有啊我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对呀，有作业啊，怎么嘞？有作业了吼，连这里就没有东西啊，屁股洞还好啊，应该是走这扇门，走这扇门再走过去那个门应该是没有。哎呦，吓死人了！哇，飘的嘞！我走到尽头啊，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呀、啊，有什么东西？每天就这样子咯，开门关门啊，开门关门咯。我还有什么东西？没有东西了。走出去有什么东西？有什么用？哎，我又回到了这边了我。哒哒哒，这个猪猪肯定有问题。嗯，为什么？嗯，这样我应该要回去了，回到去我们那设一个储存。OK 好，先保存先，保存好啦，保存到这里啊，玩到这里啊，很累啊。好吧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点个赞、分享、追下，有订阅我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，在下方或者后面，我会放个链接给你们订阅。如果喜欢的话 ，like 和 share 咯，帮忙一下啦，红要冲一下点阅率，或者订阅人数订多一点呢、啊，我会创造更多新的影片给你们看。那我是红，下期影片见，拜拜，shut down 这个 game。